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混沌。现在玩的游戏是宝可梦珠子的话，我遇到异色的是记录，就我那只都不会攻击嘛，这只一样刷歪掉了，刷歪掉了还要讲地点吗？那一个很奇怪的山崖旁边，血杂阵刷三合一尺怪，这都不知道为什么这地点的三合一尺怪超少的。哦，那一样就是 Let's Go 打他不会攻击吗？这只应该也不好认。哦，抓起来，有遇到就抓起来。等一下，我已经是音乐是不是有点延迟？这个应该很多地方都有吗？哎，食草。真的，那个双我之手好像也有，但是我没有在那里刷到。哇，怎样？我换一个交换特性。食草特性互换。特性互换，换我时长了，傻眼了，可以这样。欸，哦，还没完哦，还有那个草属性，哇，双重保护欸。食草加草属性，定水变成水属性，真的哦，睡着啊，没事。我是豆粒菇的刀子还没有把它换掉，还是它不能换？我收台去查一下，换掉好像比较安全。哦，异色四季物被偷打者。这个有四个季节哦，这个应该是冬天的样子吧？看一下，冬天的样子，这好像看那个花是不是？皮肤可能不好认，认那个花还有身上的花纹。那其他的样子不知道有没有解锁了？ 190， 我看一下。嗯，这图鉴有没有比较好找的方法？一定要这样慢慢滑吗？不然打个编号又跳过去。重来吗？还是我看能不能把它接起来？我好像抓一只就解锁了。
感觉就是那个花的颜色变了，其他就不太明显，是有差异，但是不明显，好吧？哎、欸，到底有没有连回去啊？哦，然后目前抓到了宝可梦哦，看能不能把它接回去，应该可以吧 ？YouTube 好像现在有功能可以接，那目前的话是。下一只是狗仔包，然后有四记录嘛。OK， 那差不多就这样了，大家拜拜。